今天吃完了？啊，吃完了。贵姓呢？啊，我姓朱。你朱啊？第一位。姓朱。陈川威为马的啊，我是什么？我这边国书记，国书人，又是那个政法委副书记，又是我们的土委问班，知道吧？今天来，你说十多号钱那个吗？今天来，有的听不懂，说马的有的听啊，没什么，有的还听懂了吧？有的能听懂。听懂啊！我说你在我们墨川来，来做主要的什么提取？哎，我现在觉得主要是你的说话吧，不是为了跟我聊什么东西，因为你一说话就这是有问题的，知道吧？那是什么问题？你这样说话是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？你就是你这种东西，你不是要跟我谈什么东西，你就是在威胁我嘛？我好优秀你吗？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啊、为什么威胁你？你说你在我们墨川来时，啊，在我这里。墨川是谁的地方？我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你不是风景。你怎么？你说你不是，你说你是。我是不是风景都没关系。你是熊病。我这跟事实没有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自己的东西。啊。李老井，那个朱老井，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话，你们听懂了没有？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？你们来过川，我们欢迎了，欢迎来宣传我们故乡。你没那么固执噻，对，所以你们家的朋友打开了，你没那么固执。小李，你是啥子概念？什么概念？大家开诚公布了吗？我你是四川人，是昨日有说噻，你是四川人，卖大家又不愿意，我经常去开会。我只讲啥子？我只讲就是你们采访我，真正是采访你们那啥，我又不是问你嘛，我看了我就把看懂了吗？那我记到了吗？我就把你这微信就记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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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一个地方不稳定的因素很多，我们仅仅管你。这出了问题，我还不责任。又不关你们的事。对，那当然不关我们的事啊，他们的事情，陈慧对你没有关系吗？你是你来就如果真的就是个风暴屏，啥子呢？啊，很简单一个什么？哎，我们一个地方要稳定，要发展，也要靠大家。你发展，我也没有危害你发展。对吧？你要拍电影，你光拍你的噻，你要来我们欢迎你。欢迎我看我们的故乡的风光片，啥子我先来了解这个东西。不存在，你不说的这个。什么叫不存在呢？你不能。对不对？啥子？你要一下是电影，一下是我们威胁你，一下是青菜萝卜。那你不是你这个你这个说话不就这个意思吗？你的说话是啥子意思呢？我没有啥意思啊，你我们啥意思嘛？我们啥子？我跟你尽量说不说的话，你听懂没有？就那么简单。跟你说，你说的那些。你没你们的行当，你们的规矩，我没我们行当，我们的规矩。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那么简单，都要有区的，遵守国家法律的政策的。你不管发公告、发公告，同样如此，同样如此，就那么简单。